这荒山野岭的，你看看你带的啥路，拿我装当马车呢？那能怪我吗？我们跟着导航走的吗？那导航让你往河里开，你往河里开呀？开呗，快点的吧，都几点了，开车开三个小时。老板，哎哎，来了。老板，你这能钓鱼吧？能钓鱼。都什么鱼啊？鲫鱼、鲤鱼。鲫鱼、鲤鱼啊？我听钓友说这青鱼乱蹦啊。钓友的话你能信？自己放的鱼我还不知道吗？妈，我奔着青鱼来的，这大包小包翻山越岭的，路还不好走。奔我青鱼来，青鱼不给钓，我这玩意青鱼就放了三四十头，就三四十条。你要钓，你要真想钓，200块钱，200块钱一小时。嗯，拿什么钓？螺丝。我没买着螺丝。我这有。有多少啊？10来斤呢。行，你百十来斤给我就得了呗。有点贵啊，3-4块呢，一斤呢。30块钱一斤。对。哇，抢啊这是。不行，我给你2颗，你自己玩去，免费。你给我2颗啊？你这么的，你钓青鱼给我100块钱一小时，螺丝我给你包了了，回去怎么收？100。行，今天盘你啊，老板。4小时起钓啊？那你行，那我找地方去，螺丝一会儿你给我送过来啊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好，走，我找地方。你听哪个钓友说的？这地方能有青鱼吗？就30多条。来都来了，你就钓呗，我相信你的技术。你相信我都不相信我自己，开玩笑呢吗？100多亩塘子。就这儿吧，这不行，水太浅了。现在这个天暖，鱼在潜水呢。现在气温还不稳定呢，人鱼在深水。你懂屁？你懂？就在这儿，你去搬钓台去。钓鱼这个事儿，它是个体力活啊。你干啥体力活了？我挺累的啊。重活都是我干。架好了吧？好了，走，躲开吧。你卸磨杀驴呢？我什么卸磨杀驴？你这钓台给我搭的，你瞅瞅，你干脆让我下河钓去呗。你爱钓钓，不钓拉倒，这搭都挺稳的。哎呦我天，给干烧打个结。今天还是用8米的草上飞。托尼啊，啊，你信不信我不用线能把驴钓上来？拉倒，吹什么牛逼呢？那你他妈给我线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杵半天，动作快点。来，八加六的线。把超网给我架上啊、哦！好嘞，找个浮漂啊，拿一个芦苇的 ，OK。别人都是先挑漂再打窝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得先打窝再挑漂。今天的勺有点小啊，准备的不充分啊。这小勺子我打100斤得累死我。加快速度，这100斤多不一定能够啊。100多亩的塘子，就放30条青鱼，老板也是够抠的了。托尼啊，哎，再给我来一桶。好嘞，往里倒。还有多少？还有30-40斤吧。可以。把那个颗粒给我整过来，今天给他来点不一样的，来点荤素搭配，想吃肉就吃肉，想吃素就吃素。来，颗粒，好了，肉先告一段落，搞点素的给。OK， 托尼把包装袋带走哈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有素质的钓鱼人。螺已经打的差不多了，再来点颗粒，整他一盆。哇，一会儿再边钓。边打，OK， 差不多了。挂个蜗牛，上边蜗牛，下边颗粒，荤素搭配，愿意吃啥你就吃啥。开始正儿八经钓鱼了啊！磊哥，抄网鱼货给我准备好了。好嘞。托尼，给我打个窝，托尼。托尼啊，睡，抄鱼了。哪来的鱼啊？都1个多小时，你动过该吗？别打扰我做梦。好，老样子，东东，咱俩一会儿要钓不着鱼，再偷摸走。晚上就让他在这住吧。来了，宝贝儿，咦、啊，妈，小鲫鱼。我的天哪！我守了2个小时，唉，他竟然是个鲫鱼，这老板养的鲫鱼还不小，吃了我的颗粒，这也太难了，这玩意咱还要吗？哎，走吧，老铁们给留个赞啊、哦，太不容易了，小的还睡呢，行。
来了，哎呀，又是这小玩意儿，哎呀，好像来条鲤鱼，算是没空军没白等啊。现在也不喊托你了，我让你睡，你就在这睡吧。哇塞，这个是鲫鱼吧？金黄金黄的，看到没？走吧，这是我目标鱼，走吧。 再努努力，来了，太激动了，哎，又是这玩意儿，哎，鲫鱼倒是不少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最后一杆，走。 哎呀！哎呀，不掉了，不掉了，不掉了！这不玩人的吗？这八米一的杆子这么玩？树干，走吧。也不知道是钓友忽悠托你，还是托你忽悠我，我是不掉了。走吧。东西，收拾东西。他干啥？他干啥？让他睡吧。今天我收拾，这么多自己没有用的。 鲤鱼钓了3个多小时，累死我了。走了，车钥匙不在托尼那儿呢。托尼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可不是没叫他啊。操！你说说。 走了，我拜拜了你，哎，快点，你手机都不给他留，你给他的手机干啥呀？他走回去得了。<笑>老板，哎，不钓了，不钓了，不钓了。你这里的大鱼我一口都没看到，连扎水都没有啊？有啊，你这大的有多大呀？我这大的7、80斤吧。小的呢？除了那条大的，小的是今年刚放的。玉苗啊，呵。 这不忽悠人的吗？我天，你们这帮老板们现在都套路这么深了？来了不说就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钓。不是，走了半天，青鱼就一个大的，你能怨我呀？我还钓过毛啊，我呀。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你们这晚上老虎啊、狼啊之类的没有吧？那倒没有，野猪挺多。野猪有啊？啊，好，那走了，老板。